谁在里面？别担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我相信你没有杀人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将杀人的罪名随便扣在你头上。幼姨，我们以后好好的，我们共同应对所有问题，好吗？周恒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今天想请许如一小姐回警察厅问话。抱歉，我想我们已经配合完调查了，似乎没有必要再走一趟。那恐怕不行。我有了新的证据，你今天必须和我回去。你这是妨碍警察办案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。天子什么地方吗？啊，不要太过分。天子犯法与庶民无罪，更何况你这姓周，不姓蒋。秦勇，父亲。年轻人还有大好的前途，别乱讲话，对自己不好。谁呀？周部长，久仰了。我是警察厅的探长江斌，目前负责景华饭店的凶杀案。凶杀案？这么快就给这个案子定性了吗？所以我想请许如一小姐回警察厅问话。你也知道，楚惠子在公共场合被杀，社会影响非常坏。我相信你也理解，我需要给大众一个真相。当然理解。幼姨，你愿意去吗？父亲，幼姨身体不太舒服，不方便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若你们能够出示逮捕令，可以将人带走；否则，就寻找其他的破案途径吧。周部长，我们所属刑署有权利在审批前带嫌疑犯回去问话的。你们现在没有了，稍后秘书处会发通知到警察厅。慢走，不送。请。刘爷，咱们回去吧。走吧。